鹹，this is 鹹。嚇？唔係啊，真係茶餐廳咁多好嘢飲，你竟然飲個壯陽嘅煉奶？你一定要試一嚿，唔係你真係試一嚿，試一嚿，唔係你真係試一嚿，乖。我問你四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大家咧見到呢個咁豐盛嘅呢個咁唔同嘅場景咧，就知道我哋今日咧就會有一個新嘅系列影片咧就會出場啦。呢個系列咧就係 ASMR， 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？咁呢一個系列咧，第一條影片當然要揾咗我嘅好閨蜜，我嘅親密戰友 Grace 上嚟一齊啦。大家緊唔緊張先？緊張㗎。佢好多香港嘅 local food， 佢都未食過嘅，完全係。都會自己買嚟食嘅，但係有一部分其實係真係未食過，未試過。但是有見過的。好了，那我們今天呢除了拍 ASMR 之後呢，就想了一個小遊戲，那我可以擘大眼，我可以吃，而他呢就要蒙住眼，他只是呢戴一個 headphone 呢去聽，然後我用三個形容詞形容給他聽那樣東西食物是什麼，就看看他估不估到。我們要一起呢 pair up 呢估中八樣東西呢，我們先不用接受我的 production team 幫我們安排的大懲罰的。不要懲罰啊。我也不想懲罰。但我想說呢，只是聽人吃東西，其實這件事真的很變態，在我心目中。我真的很喜歡看人家韓國的 ASMR 影片呢，都吃到。但是 sorry， 我是香港小姐來的，所以我是很有儀態的吃的。但是不是我，我的口氣平時大到麥當勞在那裡嚼，好像曬落糖一樣。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這一類 ASMR 的影片的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按旁邊的鐘仔，下個禮拜的影片你就一定不會錯過了。好了，現在事不宜遲，我們立刻開始。要幾多隻手指啊？看不到。我是吃的。啊，不是。不是，我是吃的。你聽不聽到我說話啊？聽到。是不是很清楚啊？啊，超。哎呀，死了，那些食物全部不吃得了。喂，你食紧啊？乜鬼啊？食乜嘢都系呢个声嚟嘅，大佬。你食香口胶。第一，脆卜卜。第二，油淋淋。鬼嚟噶。第三。咸定甜啊，喂，大佬。啊，咸啦，咁，简单啲。咸，好啦，我而家数三二一，你就要估啦。O K， 三二一，炸大肠。唉，系烧肉。脆卜卜，油淋淋，咪炸大肠咯。喂，你咬咗一下啫，小姐，好屈脆啊！好脆嘅，嘥咗，甜嘅。一粒一粒嘅雞蛋仔 ，yes， 好犀利，鬼妹仔啊嗱，食多粒先，好爆啩系咪啊？第一，甜嘅，第二有水果味。俾個易啲啊佢先，好多口水聲啊！好好味，甜嘅，有脆嘅部分，同埋。
全香港都知道我最喜欢吃的菠萝包。好，三个形容词都是有脆的一部分，下午茶必食的。这个形容词来的。喂，是 Emma 404形容啊，第三句是有馅的。有馅？有馅？好难形容。有馅啊？有馅的？有馅？难道是猪大肠？鹹咯，裏面有鹹。鹹 ，this is 鹹。咁有鹹 ？Excuse me， 豬大腸係冇鹹噶 ，OK？ 雖然我冇食過。甜嘅，嗯，有好多人會對呢種 ingredient 敏感嘅。啊，咁了啦，正方形。花生糖，喂，点解每一次佢都，每一次我都错？咸嘅，香脆嘅。不是豬大腸啊，你不要成日形容豬大腸都不行。第三，皮有不同的口味的。炸雞髀。耶、yeah! 終於啱了。是苦的。嗯。清涼的。嗯。我不喜歡吃的。嗯，都是豬大腸。OK， 三個形容詞，好黐牙嘅。麦芽糖饼，好好叻啊！请你食啊！嗯，好难食啊！呢个，同埋系好核突咯，啲声。OK， 两个字啊。嗯，咸辣啊，又咸又辣。好多个部位摆埋一齐，我未食过，所以我唔知叫咩名啊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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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个部位摆埋一齐，混肠。咩叫混肠？牛杂啊，混肠混杂啲肠啊嘛，混肠。食緊味啊！好辣啊！嗯，好，第一個，嗯，有胡椒嘅，嗯，第二，嗯，有上湯嘅，上湯，上湯啊，上湯，唔通係慈明上湯生菜魚屋？哇，得翻啲好難噶咯。
好油膩，內臟嚟。啊，炸大腸，好難食啊！哇，炸大腸係世界上最難食嘅嘢。好臭啊，係嘛？你一定要試一嚿，唔係你真係試一嚿，試一嚿，唔係你真係要試一嚿，乖，唔係唔使驚，唔腥噶，諗諗下幾好味噶。唔該，播翻五秒鐘先。哇！炸大腸係世界上最難食嘅嘢。你人生一定要試一嚿，唔係，你真係你唔好聞。唔係，最多咧，嗱咬頭先，咬出嚟先。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惩罚，就是滚水蛋，但是我自己都没喝过，要打一只生蛋下去，这个这杯热水来的，滚水，为什么奶白色的？用加炼奶。哦，加炼奶，哦，可能 OK 喎，哦，加炼奶。对，好像挺好味的，你试试打下去。快搞。现在还有得叫的，茶餐厅。哦，什么人喜欢喝这些东西啊，壮阳的。过门都是客，请咁客气啊！一啖你 O K 喎个味，佢似炖蛋嗰啲味 ，O K 喎，系咪噶？嗯，炖蛋啊，炖蛋，但冇味嘅，啊，值得推介喎。吓吓，唔系啊，真系茶餐厅咁多好嘢饮，你竟然饮个壮阳嘅炼奶？边个话壮阳噶？唔系。好啦，今日条片咧就系咁多啦，你多谢 Grace 今日同我一齐拍呢条片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下 Grace 同我嘅互动嘅话咧，喺下面留 comment 话俾我哋知，睇下你哋中意睇我哋拍啲咩片啊。好，好咁啊，下次见，下次见。哎呀，大家唔使担心呢啲嘢食咧，我哋全公司尤其是最多嘢嘅 Echo， 即系两杯雪糕一齐怼落架嗰个咧，佢会帮我哋所有嘢清晒嘅。呢份系最难食嘅猪大肠，所以大家唔使担心。好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